嫂子，你在家里？啊，在家了。这是俺的家，我不在俺家，我能在哪？哼！杏花，你咋来了？妈，孩子，你别骂妈了啊！你是不是在家又给大强生气了？跟妈说实话。妈，傻孩子，当初你不听妈的话，我说大强这孩子靠不住，你偏偏嫁给他，你现在后悔了吧？妈，你别说了，妈，傻孩子。今天真倒霉，钱输了个170，
这几天时运就是背，是会读钱数就会。所以我一直心里闷，是不是杏花他做的？他长就一副好寡脸，看样子，看样子就像个受气的。平时不见他说话，竟然还被人家蝴蝶喊你穿孝衣。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，自从他给人家去苦令，做的我工作下岗，打牌老鼠，喝酒好醉，这条条跟他给人家苦令有关系。整天见他往外跑，回来正给他起屎味，不禁话不禁容。他还说自己累得了不得，又吃又喝多下意，撇下这家务孩子我料理。这几回有个姓李的来送他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怪不得听说出门的心高兴啊，原来这里面有偷袭。杏花他要给我生个精，看我不剥了他的皮。小狗，妈妈走了，不是妈妈不管你，而是你爸整天也折磨我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走了，妈妈走了。这50块钱，你给你买零食吃吧。啊，小狗，进了我的门就是我的人，敢不听我的，看我不废了他！你他妈的搁这吼啥？吼啥啊你？你爸死了？好你个杏花，敢给我来这一手！没打你几下，你还真走了，走就走，永远别回来！小刚，别哭，走就让他走吧。老爸，我养你，我去给你做饭去。这没东西吃啥，吃个球啊吃。哪来的钱？妈给的。来，给你20。上街随便买点吃啊。我叫上劲儿了。爸，给你一包。我不吃，你走吧。妈的，还真走了！哎，
缺乏锻炼，这孩子我哥打枪，对他有亏欠。孩子他性格孤僻，沉默寡言，我知道这一切跟这个家庭有关联。孩子又小心伶俐，种下不良根源。是想到离开家能轻松如愿，谁知道想念他们不只可怜苦命的孩子上哪吃饭，睡觉时打枪场可只为他拉被单，心话我越讲心里越烦，心话我咋了？对我有意见就当面提，干嘛摆我的衣服？我可没惹你，心里有气儿，回家撒去，不愿意洗又没人让你洗，板这个帘子给谁看呢？嫂子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不用说对不起，你先回又知书达理，谁不夸你呀？不像我，我厉害，我泼，我是母老虎，可我过得顺心，不像某些人被男人打的连家都不敢回。呸，恶心。嫂子你妈的，这两顿没吃饭了，这哪像个家？这钱也入光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我饿了。你饿了？我比你饿的还狠嘞。别说了，老子正烦着呢。爸，我求求你了，爸妈早回来，我想妈了。爸。小刚，你先上屋里去躺会儿啊，我想办法。唉，妈的真难。强饿的头发晕，没有老婆我真寒心，孩子想妈又喊饿，看在眼里疼在心，干脆我带着孩子上他老家把杏花结回俺的家门。小刚，小刚，你准备准备，马上上你老家去啊。
快点啊。好没有？小刚，上你楼去，接你妈去啊。走。小花，来，走，上老这儿来，回去。让，妈，咱回去吧，我想你，妈。小高，妈也想你，看你都瘦了。小花，你看孩子都想你想成这样了，夜里做梦都喊你，走，跟我回去。我不跟你回去，孩子可以留在这里，你走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你。妈，咱回去吧。妈，我给爸两天都没吃饭了。妈，孩子，求你了。你起来，妈，不是妈不想回去，你太小，有些事情你还不懂啊，孩子，孩子，你起来吧。妈，你快起来。我不起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了。你是铁石心肠啊你！孩子想你想成这样了。你太不像话了，走，跟我回去。你，大强，你太不像话了。大强，你怎么成为成就啊？一家里根本就没有我，到俺家去了，你大爷，这个俺舅啊太软弱，像我那年连着坐你咱们农村，再吃苦遭不住你辱，别怪我，爹爹我没生会照顾你。大强，你说。小花哪里对不住你？你说呀，你我不讲话无道理，你说话有点太偏激。明白人都是先挑规矩，带规矩是用规矩。规矩说你就说几句，不会说话别插嘴。怪不得闺女内有劲，原来都不是你聪明。好啊，你个小畜生！我没说你两句嘞，你倒教训我起来了。我够不着跟你讲话。杏花，你是走是留，你看着办。想把娘我气死，你就走吧。妈，你咋了？妈，你走吧，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，哼。我正愁着没钱安排老娘的后事呢，正好你把他气死，你发送，哼哼，唱戏唱到俺家来了，俺家倒成了金窝银窝了。哎，你竟有人赖在这儿不愿意走，哼，真邪门了。小秀，你咋这样讲话？他可出去打工去了，你这个当嫂子的眼睁睁的看了妹子受人家的气吗？咋了，我这样说就对了，谁把我当嫂子看了，谁把你当妈看了，哼。有些事我早就看不错，我今天一定把话说，你以为你疼你闺女，谁又看得起你老太婆，人家养闺女天天夸你闺女好，能挣钱，挣的钱谁给他一分了？都便宜哪个龟孙了？哼！杏花，走吧走吧，你听这女人说的话是人话吗？人家就根本不愿意让你在这回家受我的气，也比在这受这女人的气强。走。哎，好啊，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你给我站住！进门来骂我老娘，何
你行，你没给我回呢，哎，都没说。老家伙，你跟我较上劲了你。妈，杏花，有种你在这使劲住，都能说。哼，活该，哼。好家伙，差一点没跑不掉。嗯，这回这家人跟上几次咋不一样呢？嗯，真他妈丢人。信你杏花，你这辈子你不回来了。反正这小孩又不在家，倒也省心了。我可以无拘无束的来我的派了。唉，钱呢？这没钱给谁赌？
哎，这电视机那家里没人，反正也没人看，这也能换钱啊？卖了去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你。小刚，你看咱住在静子家，你也不注意点。哎呀，喂，哦，是李哥呀，哦，啥事啊？在门口等着我了呀？那行，马上我就去啊。好好好。小刚，在家学机灵点，别惹舅妈生气啊。好，我上事去了啊。妈，我不让你走，你也走，我怕俺镜子。小刚，妈不挣钱谁要活你？等妈挣着钱了，咱出去租间房子住，咱就不在姥姥家了。那咱就不要怕镜子了啊，听话啊，小刚。好。小刚，听话啊，叫你妈去啊，一老在，不如怕帅了啊。妈，外边催着，哎，我得赶快去了啊！哦、你去吧，小刚听话啊，去吧。妈，小刚，我走了。小刚，你听话啊。哦，李哥，你来了。快走，咱赶紧走。坐好了哈。幸福生活向大家表达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谢谢，我就给你拿眼照片去啊。啊，谢谢谢谢，别忙活了，好，那现在就开始吧。尊敬的各位父老乡亲，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大家上午好。好，今天呢，我首先在这里把我最真诚的祝福献给大家，祝你们今年吉祥，今年行大运。事事顺心如意，家家幸福安康。那么今天来到这里，看到这个场面，我十分感动。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啥好。我对大家的热情，我无以回报。
只有用我不怎么好听的歌声来回报大家。我今天啊在这里一定要卖卖力气，要不然对不起大家的厚爱。啊，第一天呢，我来到这里啊，看到东家特别的热情。今天呢，我想借这个机会把东家的幸福生活向大家表达一下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的话，来点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各位朋友，上午好，你听我说段数来宝。今天来到大哥家，听我把他的家底对您夸。大哥经商有门路，走上致富这条路。家有两层小洋房，室内装修的真漂亮。有沙发靠椅、老板床，高档的家具亮堂堂。有电冰箱、大彩电、这个空调、汽车、电风扇。地面铺上木地板，墙上装上护墙板，顶上吊上天花板，四周墙上石膏板。客厅里大理石，卫生间里有浴池，太阳能、热水器，每天洗澡真惬意。光有这些还不算，生活也是大改善。吃大米，喝白面，鸡鱼肉蛋尝不断。喝啤酒，吃烧鸡，你拿的都是好手机。祝大哥日发月发，年年发，幸福美满的一个家。好，好，谢谢陈大哥，掌声好，谢谢大家掌声的鼓励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再把一首《北国之春》新唱献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同样的会喜欢。大家的掌声好不好？多谢大家今天的捧场。杏花呢今天邀请我和她配别误会，配唱。现在社会就这样，我有心我自个儿在这唱，又恐怕大伙不让。现在啊，男的唱的浑身是汗，不如女的往这儿一站，女的屁股一晃，老爷们也被转得晕头转向。
他呢是我的对象，也是我的搭档，你看长得不怎么样，就拿杨贵妃来我也不让。我的搭档特别注意形象，吃饭就像小猫一样，就怕肚子吃成三节杠，就像电视机缺像。下面咱们闲言少叙，我们就开始和你配啊配配配配唱。我唱什么？咱今天就为大家唱一段过河。对，过河。喂，有船吗？